生命的故事，那个小朋友给我回答一张老非常深，他说：“我想要用图画书来写我的故事，我希望我的每一页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图，然后图旁边有简短的文字来叙述我这样的生命的经过，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肌理的画册，所以我就觉得那样子的生命是非常漂亮的。那我要问你说，当你以后有机会站在台上来跟人家分享你的故事的时候，你会期待你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”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是在我决定要念神言一句非常重要的话。这句话是有一本书，他写到是少年牧羊人的奇幻之旅，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本书，大概类似这个书名。OK， 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，他说：“当你做了一个决定，而这个决定就好像一股洪流一般，会将你带到一个你起初想象不到的地方。” 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感觉。那我觉得决定在你的一生当中，实在是扮演非常奇妙的角色。那你每次不一样的决定，就好像带你走了一个不一样的弯，然后你就会看到一幅非常不一样的景色。那我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，我的决定，然后这样的决定让我去惊艳到一些让我想象不到的事情。在五年前，我还是一个过朝九晚五的那夜务秘书的生活。 那我记得我们老板那时候形容我的业，我这个人是初生之犊不畏虎。我工作2年，总共面对了4个的老板，那老板都非常的凶悍。我想这是锻炼我未来无论面对多大的困境，我都能够很坦然的处置这样。OK， 我是从一个这样子的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样一个工作，然后 OK， 我在这样子的秘书的工作上，我工作2年，然后。 2年走过去，我发现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是我发现我的日记竟然空白了2年。我在2年没有写下任何的一笔一画。在这2年的过程当中，我觉得我越做越害怕。我觉得我的生命不要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我的生命不应该只是早上起来 ，OK， 我就工作，然后回家，有时候跟同事唱 KTV， 然后很累，回家很累，然后洗澡休息。我的生命就这样子过了2年，我突然觉得很可怕。
我当初的理想，我当初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？我记得在我要准备考大学的时候，我的第一志愿就是要做社工员。然后因为大学，所以我后来大学没有考好，我就跑去念三专，念国贸的，念国际贸易。然后我突然想到说，哎，我之前我想要做关于人的工作，那我这一步的理想，我这一步的热情跑到哪里去了？我突然觉得我不太甘心，我不太甘愿，我不太希望我的生命只是这样子朝九晚五，然后每天就这样上班下班，上班下班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我就做了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勇敢的决定，我就决定我要再继续念书，而且我要念的就是社工。那我觉得说我的生命好像有绕了一些的弯，是我从高中我要考大学，可是我没有考上社工系，所以我去念了三中，我念了国际的贸易。我念国际贸易以后，我出去工作了两年，然后我又回来继续念社工。我就突然想到那时候在念那个沃特曼的盼望神学的时候，就提到说，当你有这样的盼望，或者当你有这样子的梦想，或者是当你有这样的意向的时候，你的生命仿佛就会朝这样的方向一直前进。不论你当中绕了多少的弯，你的生命就会一直不断的往着你当初所期待你那样子的意向、那样子的梦想来走。所以即便我绕了一些的弯，那我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还是决定回到社工这条路上来。可是那时候来念神研的时候，我想可能有些人就会问到，有人就问你说，哎，你进来台神，那你要不要继续念神研所？那我当时的回答是不想加 EST， 就是我超不想念神研所。OK， 回答之后的下场就是这样，我正现在神研所三年级，准备要毕业了。但是我不会说，通常你越是想逃避，然后你就越是会去碰到这样的事情。我宁愿说，你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，你就必须要经历过修剪跟炼净的过程。念完社工念神研，是我深深的相信，一个人最深的意志跟最深的改变，只有来自于神。不过在念神研所的过程当中，我自己也经历到很深刻的那种被修剪的那样子 的过程。在念神研所，我每次不能说每次，当我决定念神研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要全职侍奉，而且我很深深的决定，这条路是我未来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最有价值的选择。我常常这样告诉我自己，这条路没有错，这条路是最有价值的，是你等到头发斑白的时候，你仍然很高兴你当初终于做了这样一个决定。我很清楚我觉知要走全职侍奉，可是我的心里却常常反悔。我常常跟大家分享说，当我在念研一的时候，那我们也是到四海一家参加那样的退休会，每次介绍新生站起来我就很想哭。哦，我不是很哭，很感动，说我走了全职侍奉的道路。我的哭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走上一条不归路。然后从新寮搬到旧寮，我也想哭。我想哭不是因为旧寮不好，旧寮的学姐不够可爱，而是我为什么让自己变成一个女传。我觉得那个挣扎实在是非常非常大的挣扎。我觉得我已经决定要全职侍奉，我很清楚这是一条非常有价值的路，可是呢，我却心里面常常有很强很强的挣扎。我为什么要让我自己走上这一条这么挣扎的道路？即便我知道它很有价值，我甚至常常在问说，为什么是我啊？为什么是我要走上女传？特别是身为一个单身的女传，仿佛就是宣告你未来的服事跟未来婚姻的困境。因为当我那时候大四要准备念神研的时候，有一个牧师告诉我说：“你敢不知啊？你女性塔神研所做团的，你的婚姻后盖的会少辛苦。”他就是跟我讲这样一句话，然后我就一直被他这句话所深深的影响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身为单身的女传，仿佛就是宣告我未来服事跟婚姻的困境。我在想说，为什么是我？我觉得我好像不够刚强去承担未来很多不确定的改变。为什么是我？我觉得我根本不够有勇气，而且我觉得我根本不要承担这样的风险。我当个社工员就好了，我当个社工员，我接案 ，OK， 我做我的个案辅导，做我的团体辅导。也许那还是一个困难，但至少我觉得那是我，好像是我可以去掌握的一个未来。我觉得我当个社工员就好了，那是我觉得我很安全、我很舒适的地方。我不要冒险，我不要冒人生这么大的风险。可是我很清楚的是，我每次抱怨完，我心里就明白，如果我逃离的话，我不会更好。如果我选择我休学了，我离开台神，我相信我不会更快乐。我的逃避，我的不愿意，是因为我害怕面对一种不确定性，是因为我害怕去面对一种改变。我觉得我只要抓住我觉得很安全舒适的就好了，我觉得这个就好了，我只要当个社工员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最 OK 的，我觉得只要这样就好了。可是我却忽略了，也许
我这样的逃避，我的生命可能就错过了被开发的机会，我的生命可能就错过了被更深建造的机会。我如果常常说我只要这样就好了，这是对我自己生命的一种限制，更是冻结神在我身上所赐下的恩典。如果我总是说我这样就好了，我似乎就看不见我未来生命更宽阔那样的可能性。我记得有一次在跟玉慧在那个90周年纪念的那个灯下那边分享，我常常会站在那边分享。我那时候就分享到一个三角蛋糕跟三层大蛋糕的理论。当我看到眼前这个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当我看到眼前这个三角蛋糕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已经够好了，这是我最爱的 cheesecake， 我只要这三角蛋糕就好了，这是我眼前觉得最棒、最我最喜欢的东西。可是我怎么知道上帝给我的不是一个三层大蛋糕？这样想好像有点奢求，然后从三角蛋糕变成三层大蛋糕。可是我那时候，当我在分享这个蛋糕理论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很深刻的顿悟是：要有时候我们就看到眼前这个东西，觉得说这个就够了，这个就是最好了，我不要再去冒险，我不要离开我觉得很安全舒适的地方，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我不要，我只要这个三角蛋糕就好了。但我怎么知道，如果我离开我觉得安全舒适的地方，我勇敢一点，我去接受那样的挑战，我可能生命会经历到一个三层大蛋糕，像一个更大的恩典。这是蛋糕理论，但我觉得让我突然有很深刻的顿悟是，我觉得生命就是常常在两极当中去摆荡，这个我是在中间，那我这边是我觉得安全舒适的地方，可是另外一边却是可以让我成长的地方。我觉得我常常在这样的当中去摆荡，特别是我今年我特别的深刻感觉到，我以前都觉得哦，我以前都常常说，为什么是我这件事情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要我做，为什么要我走这条路，我常常在讲很多的为什么，可是我清楚的知道，当我讲为什么的时候，事实上是我不愿意去改变。我觉得我只要抓住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的部分，我可以 control 的部分就好，我只要抓住这个东西就好了。但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太大勇气告诉我自己，当我放手的时候，我摆荡到另外一边的时候，事实上我可以经历到一个生命更棒更棒的一个境界。可是我那时候我觉得我不愿意，因为我没有安全感。可是我现在我要告诉我的是，我要从总是讲为什么是我，结果现在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的是，我不要只是这样子，我不要只是这样子，我希望我的生命有更开阔的可能性，我希望我的生命能够更 OK。 我要从讲为什么我要当女传，一直到我要跟上帝讲说，求上帝丰富我的生命，使用我成为他没有亏负的工人。我要求神让我绽放我生命当中的美丽，在他多彩的花园中贡献一份的心灵。那只是我最近的一些体会，那也跟大家分享。那我要说，即便我这样子讲，从为什么是我知道我不要是这样子，这是一个过程，而且我相信这会是一个不断去经历的一个过程。是我相信我仍然会有很软弱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仍然会有疲乏的时候，我也相信我去面对未来我要服侍的道路，我也会有我很惧怕的时候。但是我要说的是，生命是一场不断摔跤的过程，走在全职侍奉的道路上更是如此。那我深深的相信，我有紧紧跟随主的时候，才能够在每次的摔跤当中，每一次的炼净当中，然后让我重新得力。 OK， 我一下要跟大家分享这首诗歌是《我心紧紧跟随你》。那我觉得这是我一个算是我一个生命的写照。那我盼望
奇妙的应许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